不要动，警察，不要动！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把头东西下来！2016年6月21日凌晨，广东警方在深圳、东莞等地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抓捕行动。抓捕行动从凌晨1点钟一直持续到5点，总计有88人落网。广东警方正在执行的这次抓捕行动，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元，一举抓获了88名嫌疑人。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警方又是如何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呢？事情还要从2016年4月在深圳打工的小赵的遭遇说起。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亮丽的容貌，贴心的问候，寂寞的单身汉遭遇桃花运。眼睛挺大的，然后身材还可以，感觉还是挺心动的。是真情还是假意？我打给他钱的时候，他说真对不起，我每一次都问你拿钱。东诓西骗，温柔乡里有陷阱。一线桃花陷阱正在播出。2016年4月10日，在深圳打工的青年小赵来到了深圳市大浪派出所报案。他说自己刚被女朋友骗走了10000多块钱。我没想到会这样，就是因为一个感情。小赵说这个女友是前不久通过手机 QQ 聊天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湖南人，名叫黄仁燕。眼睛挺大的，然后身材还可以，感觉还是挺心动的。看了黄仁燕发来的照片，小赵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很美，声音也很动听，于是他有些动心。很快两个人在网上确立了恋爱关系。他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中午下午晚上一天打几次电话。小赵在深圳打工，平时接触的人很少，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女朋友，没想到在网上碰到一个中意的。尽管与这个女孩一直没有在现实中见过面，但是小赵觉得跟这个女孩挺有缘分。说当她过来了，我们两个一起奋斗啊，然后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两个人认识2周后，黄仁燕提出来要到深圳来看她，这让小赵很兴奋。说自己没什么钱，然后让我帮她打点路费过去，然后就给她打了600块钱过去。小赵给黄仁燕汇了路费，确认对方上了车后，就满心欢喜等着女朋友的到来。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黄仁燕的电话。11点多时候，黄仁燕给我打电话，她说肚子痛，然后她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哭。在电话里，黄仁燕说自己在车上肚子突然疼得厉害。小赵听后心里着急，赶忙让黄仁燕找附近的医院检查一下。在路上又发生那样的事情，然后我又在这边什么都帮不了，然后我就只能拜托那个大巴车司机，让他把黄仁燕送到医院。不久，有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就给小赵打来电话，说黄仁燕被确诊为急性阑尾炎，要马上做手术，需要有人交手术费。那个女医生嘛，她接了电话就跟我说，然后赶紧凑钱，然后她的情况比较紧急，要马上手术，不然会没命的。听说需要马上手术，小赵是又着急又紧张，也来不及多想多问，赶忙把手术费汇了过去。没办法，只有用信用卡，然后刷了6500块钱，作为手术费给他转过去。谁知很快又有医院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小赵，说是钱还不够，小赵只好又汇了1500元。可是就在小赵汇完款之后，奇怪的事发生了，女友黄仁燕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手机马上就打不通了，从那以后就没有联系过我了。这时小赵才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上当了，心情十分沮丧的小赵在家里想了2天，最后还是决定报案。听了小赵的讲述，民警判断小赵应该是遭遇了电信诈骗，警方随即展开侦查。根据小赵提供的信息，警方迅速锁定了黄仁燕的踪迹。在调查中发现
这个黄某燕的活动轨迹并不在湖南老家，而是在广东东莞一带。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比较蹊跷，发现这个赵某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呢所租住的这个东莞这里呢，她不是一个人租住，而是和她有五六个同龄的这个年轻人呢共同住在这里，并且这些人呢是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办案人员发现这伙人的行踪十分可疑，他们的生活规律很不正常，他们除了吃饭的时候会出来之外，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待在这个小旅馆里面。警方分析，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经过多日调查，证据确凿以后，2016年5月7日，深圳警方对他们实施了抓捕。这就是黄仁燕，今年27岁，湖南郴州人。本人和他在网上使用的照片完全不一样。在现场，警方还抓获了另外三男两女，缴获了大量的培训资料、账本、手机和银行卡。这些人和你聊天都是什么目的啊？他们都是想叫我过去啊，因为他们也想找对象。审讯后，办案人员查明，当时和小赵在网上聊天的并不是黄仁燕本人，而是另外一个叫宋海芝的人。宋海芝今年26岁，和黄仁燕是同乡，也是湖南郴州人。跟人聊天你用什么名字跟人聊？我就是说叫黄仁燕。宋海芝说他觉得黄仁燕的名字更好听一些，所以经常以黄仁燕的名义跟人聊。警方进一步查明，宋海芝、黄仁燕等六人团伙不光是骗了小赵一个人，他们每个人同时和几十个人保持着联系。有时候我出去钱都没有，车费也没有，我就问他们要车费嘛，有些人他就给，有些人也不给嘛。到了骗钱的环节，他们经常使用的伎俩就是谎称在来相会的路上生病了。我就跟他说在车上身体不舒服嘛，然后他说不舒服就去看一下，就说去，然后我说去看我也没钱，他就自己给我打钱嘛。当时我就想着心里特别着急，他来这边看我，然后在路上又发生那样的事情，没办法，我只有刷信用卡，用信用卡的钱给他打过去。有时为了演得逼真一些，他们还会找来同伙扮演不同的角色。到医院的话就就说是护士跟他说嘛，有些人他不相信，就是说找个司机跟他说嘛，在车上就说司机跟他说嘛。司机和护士都是什么人？司机就找个男孩子嘛，护士就是女孩子嘛。当时宋海芝在诈骗小赵时用的就是这种伎俩，在深圳龙华警方抓获的六个人里，有一个是宋海芝的亲妹妹宋海燕。直到被抓获的当天，还有人在往宋海燕的账户里打钱。我也没有多想，我以为是真的嘛。每次他给我打钱的时候，他说：“哎呀，他说你看嘛，真对不起，我每一次都问你拿钱。”小胡就是被骗的人之一，今年30岁，四川达州人。直到警方找到他时，才知道受骗了。支付宝好像都转了8000多，那个最后银行那个账号转了2000。和小赵一样，小胡也是轻易相信了电话里的女人，就给他们汇了款。他为什么会喜欢你？不知道，因为他说找，好像是他说找对象嘛。因为家里面催他们找老婆嘛，他们心里面也急嘛，所以才让我这种方法，想让我们过去嘛。小胡在深圳一家电子厂上班，因为单身，一直想找个女朋友早点成家。年龄大了，有时候回家呀，有时候他们那些说的，我心里压力好大。压力大，可能就想快点找一个人结婚嘛，或者说抱着那种心态嘛。2015年5月，小胡在网上认识了宋海燕，交往半年多，两人一直没有见面。每次约好见面时，总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他每次那样半路上出问题，第一次是什么肚子痛，第二次的时候转了1000块钱，他说。
他得了什么结石，要在家休养一段时间，说还动手术，没有钱动手术，就在家休养。在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都是以20多岁女性的名义，通过 QQ 附近的人、微信摇一摇等方式选择下手对象，针对的诈骗对象目标明确。这四组主要是90左右的、20岁左右的单身男性，而且这部分人一般是包括一种刺激还或者寻求找个想交女朋友的心理，这种是普遍存在的。在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嫌疑人之前都属于同一个传销组织。就像我们可能说的那种产业转型，转变成这种诈骗团伙的，因为他们发现传销现在也不好做了，之后发现通过这种诈骗的形式可以比传销来钱更快更直接，而且那种付出也相对较少。几个嫌疑人自称是一个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在这个所谓的家庭里，宋海芝是他们的家长。在家里面肯定是听他的嘛。为什么要听他的呀？因为他是一个组长，是管一个家的饮食嘛、起居嘛，其他的我就不知道。宋某芝呢，作为家长，实际就是说控制着这些家庭成员，管理的这些家庭成员。仅2016年5月份，他们这个家庭的诈骗的这个所得呢，就近10万元。根据这个家庭的银行卡转账记录，办案人员发现，他们每次骗到的钱很快就转走了。钱骗过来之后，你们都干嘛了？就是上交给上面了嘛。他们实际是并没有得到这笔钱，而这笔钱通过银行又流转到了另外一个账号里面去。骗到的钱由组长宋海芝负责转给他的上线，上线只和他单线联系，其他成员都不知道上线是谁。他呢，就是负责将他们这个诈骗所得来的这个赃款呢，统一转给一个上线叫宝哥的男子。宋海芝说，这个叫宝哥的他也只是见过几面，平时只是电话联系。民警发现宋海芝的同伙应该不止这五个人，在他的背后应该还有着更多更大的团伙存在。经过大量排查，警方又陆续地发现了类似的5个组织严密、互为关联的所谓家庭团伙，并且还摸排出了他们的上线。我们来看一下团伙内部的结构图，上面有总经理和经理，下面是店长、家长以及家庭成员，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组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金字塔结构。两情相悦的情侣，为何总有层出不穷的意外？巨额奖赏和豪车的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一线桃花陷阱正在播出。在深圳、东莞、佛山等地，警方又陆续发现多个网络交友诈骗窝点。2016年6月21日凌晨，在广东省公安厅指挥下，深圳警方出动550名警力展开收网行动。行动中，警方在东莞市虎门、后街等地共捣毁网络交友诈骗窝点20个，缴获手机180部、涉案银行卡320张、培训资料、账本等一大批。经初步核实，被骗受害者多达103人。这就是宋海芝的上线宝哥，本名于清华，今年30岁，江西九江人。他现在在团伙中属于店长级别。于清华说，最初他是为了找工作，被老乡介绍进的一家公司。那个时候不是销售美容品嘛，就说那时候你觉得好的话你就做嘛，觉得不好的话你可以不做嘛。于清华加入公司后，第一步就是要交钱买一套化妆品。第二层家庭成员的话，就要交6588，才可以成为一个家庭嘛，一个成为一个公司的一份子嘛。此后，于清华的任务就是不断的做业绩，不断的发展下线。找人嘛，找人进来嘛，有那么20个人。或者40个人，20到40个人之间嘛，就可以到这个位置了。为了完成业绩，早点升职，
于清华把他的很多亲戚朋友都拉进这个组织，终于从一名初级业务员升到了店长的位置。就是骗我爸的钱，大部分都骗我爸的钱。当了店长后，于清华手里控制着五个家庭，每个家庭五到六个人，每发展一个下线，他都有抽成。假如说给了两份的话呢，那我就是留1600，剩下的就交上面去。就说6588，6588减掉一个800，然后就交上去了。后来随着公安部门的打击，人们对传销组织的内幕越来越清楚，下线已经很难再发展了，钱也很难赚到了。慢慢的，他们开始所谓转型。他们就发现这个通过这个微信啊、QQ 啊、陌陌啊等这种网络即时聊工具啊进行这个诈骗的，这个可能更容易挣到钱。家人聊天，然后就发微信红包嘛，那种。除了微信红包还有什么手段？还有就是买衣服啊、过生日啊、生病啊、车费啊。为了骗到更多的钱，他们开始组织培训，撰写各种话术单，模拟各种场景。他们把寻找到的诈骗对象称为进攻目标，每个成员每天都要有自己的进攻目标。另外，为了更好地完成所谓业绩，诈骗团伙还会对完成业绩的业务员进行奖励。一般呢，对他们的奖励的话呢，讲的都是旅游。这是警方缴获的嫌疑人在2014年旅游的照片。据嫌疑人交代，组织集体外出旅游就是公司对他们的奖励。相反，如果业务员完不成任务，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不惩罚？还要惩罚？怎么惩罚？吃苦瓜，生的。吃生苦瓜。每个家庭都有很严格的规定，这是嫌疑人违反规定所写的检讨。按照他们的规定，在给诈骗对象打电话时，必须有三个人以上在场，打完电话马上回到团队里。在警方现场缴获的物品中，有很多奔驰车的照片，每张照片上都写有提车日期和人名。在这里的话呢，挣的钱呢就去买奔驰。原来只要完成一定数量的业绩，业务员不光可以升职，公司还会奖励一辆奔驰车。身为店长的宝哥于清华，在被捕前两天就刚刚拿了一辆奔驰车。我那个奔驰车的话，是上面的那些领导用我的身份买的，我出了11万，还有就是还有那么10多万是跟我爸拿的，然后就交首付，剩下的就自己还。然而对于自己下面的人，于清华却没有说实话。对下面说的就是说这些钱都赚到了吗？买车吗？经过这个所谓的集体活动啊，这种一些所谓洗脑的一些方式，那么慢慢的他们就为了完成业绩，我慢慢的这个转向了这个诈骗。知情权那被掉了，而且又伤害到别人，掉进金钱的陷阱无法自拔。所以的话，来这里的话呢，就好好的反省自己，然后呢出了外面的话，重新好好做人。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在抓获的嫌疑人中，很多都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们是怀揣着发财的梦想来到大城市的，一开始只是想找一份工作，能够在城市里先安定下来。但是当他们难以抗拒金钱所带来的诱惑时，他们可能就会走上涉嫌犯罪的道路。在佛山的一些酒吧，手机被盗案件屡屡发生，作案的嫌疑人正是一些禁不住金钱诱惑的年轻人。炙热的酒精，强劲的音乐，点燃了他们的激情。美女投怀送抱，是艳福不浅还是飞来横祸？一线桃花陷阱正在播出。佛山市市民小黄这天下班后到一个酒吧放松心情，反正差不多酒都喝完了，就过去耍一下，能不能解一下酒吧。一场热舞之后，小黄回到座位上，
却发现自己装在左右裤兜里的两台手机都不见了。实际上那里是两台手机来的，回座位打算拿手机出来看的时候就发现了，这就几分钟一首歌的时间就没有了。两台手机同时消失，肯定不是无意间跌落，被人偷走的可能性极大。让小黄心疼的不是钱，而是手机里的客户资料和交易凭证。我就是因为丢了那部手机，搞到那个有些账单啊，都客户那些账单，有些那些资料啊都不见了，最麻烦的就丢了那个东西，手机不值钱的。为了找回手机里的资料，小黄报了警。佛山市警方说，从2015年2月开始，像小黄这样在酒吧舞池丢手机的报警，他们已经受理了十多起。反映被盗的手机都是有个共同点，一个都是那个比较高档。和小黄一样，大学生小林也是在酒吧被人偷了手机，就过去那里喝酒嘛，喝到12点多就上去了舞台跳舞。小林说自己当时也喝多了，强劲的舞曲响起，忍不住跟着跳。当时舞池里人很多，还有女孩主动凑上来跟他结伴，小林很开心。跳着跳着，舞台那里很多人嘛，那个女的就站在这里嘛，我就跟她的朋友跳，有女孩子过来接触，哎，觉得挺舒服的嘛，飘飘然，然后觉得好像是有艳遇啊，挺不错的。舞曲还没有结束，小林身边的几个姑娘不知道为什么先走了，就摸一下口袋就发现手机就不见了。小林猜测应该是跳舞时手机被扒窃了，而那几个女伴的嫌疑很大。印象中是只有一个样子，在酒吧里都是黑黑的。报案人都描述了相同的情形，喝酒后去舞池跳舞的人一般都不会那么警觉，注意力也不太集中。有自己的接触的，就可能就是他怎么说呢，看了金那时候的话，但是说老实的都是喝酒了，都很迷糊那些。但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在那里喝酒，在舞池跳舞，然后也有跟女孩子，陌生的女孩子有接触过。受害人因喝多了酒都回忆不起几个女孩的相貌，警方初步分析可能有一伙窃贼利用舞池空间狭小，舞者忘乎所以，趁机扒窃手机。从视频监控那里看，动那个灯暗，然后也看不到什么。舞池的灯光昏暗，人员嘈杂，要找到扒窃瞬间的画面难上加难，从哪里下手来侦破呢？受理案件的警方回忆，这种扒窃手段似曾相识，早在3年前佛山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以卢某为首的舞厅扒窃团伙，他们男女搭配专偷跳舞的男性，事后卢某等人被判处1年到3年不等有期徒刑，如今3年过去了，这些人应该先后出狱了。李强住哪里？有可能他判刑出来了之后呢，也住在附近了。一边是前科人员重回社会，一边是佛山地区舞厅盗窃案卷土重来，他们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呢？尤其是那个团伙的头目卢某，有没有回佛山呢？警方在公安系统前科人员数据库进行了查询，发现卢某在1年前已经出狱，住在我们的唐人区张茶。张茶是佛山市的一个城中村，在张茶的暂住人口中，除卢某外，有盗窃前科的还有20余人，这些人和近期舞厅扒窃案件有无关联呢？警方派出警力到张茶一带进行了明察暗访。哎，你过把春节过来，收过来的。哦，你住哪里啊？这里？就住在这里。就住在前科。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卢某的出租屋，发现他出狱后没有正当职业，和他同住的有另外6个人，其中有3个是女青年，还有3个是男青年，他们昼伏夜出，生活异于常人。然后发现他们有时候聚在一起，然后就吃吃喝喝，然后晚上11点钟左右10点钟左右他们又会聚在一起，然后就上一台车，特别是那些女的打扮得非常的漂亮。这天晚上警方进行了暗中蹲守，晚上11点，
卢某等人从出租屋里鱼贯而出，上了一辆七座商务车。我想到我想着了在追周翔啊，去什么呢？他们都去酒吧。警方跟着这辆商务车到酒吧街，发现充当司机的卢某没有下车，其他几个人先后进了酒吧。为了搞清楚卢某一伙人在酒吧里的勾当，警方也派人跟着他们一起进入酒吧进行侦查。第一个男的先进去了，然后那女的你看从正门女的也来了，这三个女的一起进来。当晚的1:36左右进入这个现场的，啊，你看，啊，1:36:50的时候，啊，第一个进入画面的是这个白色衣服的高个的，啊，男士，啊，后面跟着一个穿这个外套的长发的，啊，女孩子，还有这个马尾的都是他们的同伙，马尾的这个女的。啊，后面还跟着一个这个体型稍胖的长头发的，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嫌疑人。这是凌晨时分酒吧里的现场，顾客大部分已经喝得头晕眼花了，舞池里有不少人在起舞。监控画面上看到已经进到舞池的长发女子在左顾右盼。长发的这个女子啊，这个时候她就在舞台中间寻找作案目标，那其他嫌疑人就分布在他的周围，啊，看着他，找到目标之后做出指令，那么他们就会围上去。你看这个时候，这名男子，那你看这个时候他已经跟这个黑色底衬的这位女子，已经有所接触了。这时，梳着马尾的女青年也过来和长发女子一起围着一个男青年在跳舞。啊，然后两个人都对这个男子进行搭讪，然后跟他一起跳舞啊，勾肩搭背。男子身后有一对搂着跳舞的男女，他们也是和卢某同车来的。另外两个就扮情侣，在他身上，在后面啊。对，在后面偷东西，那女的就在他身上蹭，他以为那女的摸他嘛，那男的掏他口袋他也不知道，他以为那女的摸他。他已经得手了啊？已经得手了。监控画面显示，此时是凌晨1:39，进场不过3分钟，这伙人就得手了。虽然监控画面上看不到扒窃瞬间，但是现场的民警已经锁定了目标。得手后，几个人迅速逃离了舞池，这时受害人还浑然不知。这是已经走了是吧？对，这走，这是后门嘛，这里是后门嘛。哦，这两个女的跟着呢。对。同伙的其他男子在门外接应。六个人上了卢某的车，随即奔赴下一个酒吧。一晚上，这伙人辗转6家酒吧，警方估计至少得手6台手机。至此，警方已经勾勒出这些舞厅黑手的作案过程。一辆车就是一个团伙，有男有女搭配，女的呢，她主要就是一个做打掩护，分散那个目标的一个注意力。经过半个月调查，警方在张查一带盘查摸排的结果是，像卢某这样以前科人员为核心，男女搭配，以老带新的扒窃团伙居然有11个。我们发现都有60多个的，这边的年龄都不是很大的，一般都是20多岁到30岁。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他们以佛山为根据地，作案的范围辐射到周边的各个城市，但是如此庞大的团伙作案时却从未撞到面。警方怀疑他们背后有人在操控一切。如果分一个工的话，团伙 ABC 的话，他是这台车去深圳，然后另外一台车就不会去深圳，另外一台车就去广州，C 团伙就可能留在佛山，第一团伙就去肇庆，他们作案都基本上这样，要轮着来。11个团伙作案频繁，而且分工明确，警方怀疑这个庞大的扒窃集团有幕后黑手，他是谁呢？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警方按兵不动，继续跟踪调查。2016年3月11日，一个侦查小组发现，
女青年阿妹为首的六人扒窃团伙购买了去上海的飞机票，还是去酒吧，然后去酒吧还是像我们分析一样的，还是其实就是去盗窃那个手机，扒窃手机。然后十七号以后就去杭州，杭州大概二十二号左右又回来上海，也就是说他那个去了一个城市以后不会在那里长时间。这次上海之行，警方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阿妹往佛山一个叫老王的手里发过六次快递，就是快递的手机偷来的手机，三到五天他就会去快递一批。老王是谁？他和扒窃团伙有什么关联呢？佛山警方很快就查出了老王的底细。他这个销赃人员其实也是一个前科人员，记得是在几年前，这个销赃人员他是在开店铺，手机店，二手手机店，也是涉嫌去收赃。老王五十出头，开过二手手机店，有过销赃的前科。阿妹这个扒窃小组在上海、杭州等地待了十一天，往佛山老王手里快递了33部手机。警方随后发现，正是这个老王为此次上海之行提供了20000多元交通和食宿费用。联系到上海、北京、杭州都有去作案了。经过四个月的侦查，警方已经摸清了这个团伙的全部架构。2016年3月31日，佛山警方决定收网。当晚10点，佛山警方派出500名警力，兵分11组，分头实施抓捕。从卢某这辆车上，警方搜到了6部被盗手机。另外10路在广州、深圳、中山等地的警方也分别传来好消息，60多名盗窃嫌疑人悉数落网。此次行动共计缴获高档手机90多部。嫌疑人的供述再加上我们掌握的证据，100来宗案件是核实的。集团的头目老王当晚也在出租房里落网了。我是做二手手机的嘛，我就看一下按现在的市场行情跟他算了一下。要是你怎么处理这些手机？我就拿到深圳去卖了。老王说，这些手机他以1000到2000元价格收购，每台再加价几百元卖给深圳的下家，除了销赃，作案经费也是他提前预支的。这就是警方一早盯上的前科人员卢某，出狱后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很快和老伙计一起重操旧业。本也是一起的，以前也是一起的嘛，这些人嘛，反正也是不想那么多，反正是有没有全分也无所谓。一个月1-2万有吧。阿妹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初到佛山市做服装销售，觉得干活累，挣钱少。他的好逸恶劳被同乡卢某一眼看中，托他下了水。随后他又把涉世未深的初中同学阿娇带进了圈子。跟他们跳舞，只要跟着他后面就行了，看那些喝醉了的那些人去摸他们的手机吧。案发时阿娇还不到18岁，初中毕业后原本在酒吧推销酒水，跟着阿妹结识了老乡后，阿娇觉得自己只是跳舞也不动手扒窃，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年轻人可能有一种好逸恶劳，或者说哎，黑钱来得快，我只是上去跳跳舞，认识不到他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嫌疑人说，在酒吧里他们一般是找使用高档手机的单身男性作为下手目标，借跳舞来做掩护，然后趁乱偷走手机。一旦失手被人发现，最多是引来一顿毒打，他们只需要逃跑之后转到另外一个酒吧再继续伺机作案。金钱的诱惑以及对法律的漠视，让这些年轻人忘记了他们到城市来奋斗的初心，如今他们将要面临的是法律的制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